哦，去买水去了。哎，真够慢的。你来打电话吧。我没他电话呀。啊，那他有你电话吗？怎么可能会有？你的呢？我也没留吧。我，谁让他一个人去买水的？为什么不在原地等他？我不知道啊。齐颂，齐颂。没事吧？快起来！你们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都走了呢。怎么可能？没找到你，我们能走得了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吓坏了吧？没事了啊，都能留个手机号，以后就不怕走散了。怎么样？刚才有没有摔哪儿？腿有没有受伤啊？吓死我了！你这孩子，哎，总算找到了。齐颂啊。刚丢一个没手机号，这又丢一个没手机的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万一他被认出来，就麻烦大了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找啊！下面播报一则寻人通告：来自秋英镇的宋宇多，请注意，请您听到广播立刻赶到游客中心，您的男朋友在这等您。秋英镇的宋宇多，请您听到广播立刻赶到游客中心，您的男朋友在这等您。麻烦问一下，您是齐颂吧？刚刚说错了，是朋友，不是男朋友。哦，那我现在更正一下。啊，算了，不用了。广播室。北京，来了来了。哟，是米多。哎，米多。爸，在哪儿呢？赶紧回来吃饭了。我在刘婷呢。刘婷，去刘婷干什么？就跑去了。对不起啊，早上走得急，没来得及跟你们说。跟谁一块去的？肖蜜，还有他的朋友们。你们放心吧，过两天我们就回来了。我说你这孩子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啊，招呼都不打就跑那么远的地方，你就是再着急，你也应该给家打个电话呀，啊，你钱带够了吗？嗯，我知道错了，下不为例，我保证。那行，那就这样吧，注意安全啊。怎么回事啊，小江子？启禀老伯大人，咱们的女儿和萧蜜去刘婷玩了，哦，说是过两天再回来，可是奴才觉得，说，奴才觉得，除了萧蜜和她一起出去玩的还有其他人，加上这段时间她的反常表现，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。咱们的女儿恋爱了，
恋爱了？哎呦，哎呀，老婆大人息怒，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嘛。再说咱们也不是高中毕业就恋爱了嘛。你给我闭嘴！这米多是我韩文秀的女儿，她要敢在大四之前谈恋爱，我就打断她的腿。喂，我的小秘密，你在干嘛呢？跟男朋友约会呢，有何指教？我跟你说，我刚给我爸打了电话，说我在留亭玩两天，跟你一起啊。什么？你撒谎？对啊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，整个秋英镇我除了陆游就只认识你了，所以小秘密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不然我的这双腿就要真的被我妈打断了。帮你可以，但你老实告诉我，和梁哥他们一起，还有西宋。什么？宋米多，你居然瞒着我和习总私会，我还留情。你小点声，你想害死我。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等你回来再好好找你算账。行行行，没问题，只要你帮我，要啥要快随便你。嗯，我亲爱的小秘密，那我的这双腿就拜托你了啊，拜拜。什么餐厅啊？菜单上怎么连张图片都没有？嗯 ，ham salad, creamed prawn soup, and pan-fried goose liver. Okay, that's all. Thank you.Me too. This 家餐厅的老板啊，是我两年前在美国交的一个朋友。有一次我演出完了之后去参加主办方的庆功宴，那天晚上我什么都不记得，唯一记得就是菜特别好吃，所以啊那天晚上我别的什么都没做，净吃菜了。然后主办方看我特别感兴趣，就把他们的主厨引荐给了我。嗯，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，而且我觉得他不光研究烹饪特别厉害，他还对音乐特别感兴趣，所以啊我们就聊着聊着越聊越投机，就聊成了朋友。怪不得你这两年厨艺突飞猛进呢，原来是有高人指点啊。苏黎，他不会是喜欢你吧？就是顾姨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人家比我大五岁呢，只把我当妹妹，怎么可能喜欢我？席颂也比我大好几岁。大五岁怎么了？男生就应该比女生大，这样第一温柔体贴，第二懂得照顾人。没错，所以啊该抓紧的就抓紧，对吧，小宋？如果觉得还不错，就多了解一下。你也该找个男朋友了。